我呢，现在玩的游戏是《魔界战记4 Return》，然后继续来录那个《海贼船礼物》哦。这个不知道是不是 DLC 哎、欸，我没有玩过 PS3 的，但是我还是把它标 DLC 好了。
看完了吧，那就会获得一堆海贼船的零件。就可以捡几嘛，看看要哪个。然后那个好像抓怪物去挖宝箱还有零件哦、喔。
那个我还没挖完啊，非常的麻烦。OK， 那差不多就先这样。